《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40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经文，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始。啊，这段经文的讲义捷要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6，凡夫能持戒，方能离外染；如不持戒，则心不清净，不能摄心一处，不能做观，如何能生般若？则持戒修福是成佛基本条件。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呢、特别指出我们凡夫在三界六道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在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啊，都是凡夫。凡夫学佛啊，目的就是开智慧。开启自性般若智慧。这学佛的目的在这里，智慧开了，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个般若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知识能懂得很多，知道很多，变成啊所知障，障碍啊开显自性的般若智慧。为什么凡夫没有持戒，那么所学的都变成知识呢？因为啊，没有得定。我们学佛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开智慧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是成佛了。那么如何开智慧？这个当中啊，必须要定，你心要能定得下来。啊，心定不下来啊，智慧开不了。学的再多，都变成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不能明心见性，这个知识是达不到啊。所以知识只能够在世间法里面呢，这个做事情啊，在世间法里面
知识啊属于世间法，因为它不能出离世间，出世间就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出离十法界，这个知识办不到。啊，而且知识啊，只能解决世间上的一些问题。这个生死大事啊，这个知识解决不了。大家现在去看这个全世界啊最顶尖的科学家，你去问他，他能不能了生死？他知不知道啊？他生从哪里来？他死要去哪里？啊，他什么时候死？要怎么死？他也不知道啊。啊，这是讲一般呐、啊、知识啊，这个知识当中啊，都是属于世间法。那为什么这个学了那么多啊，纵然学佛会讲经说法，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跟佛一样，还是知识呢？因为关键就是没有戒定，关键就是没有定了。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所以戒定慧三学啊，称为三无漏学。戒是无上菩提本，那么戒定是手段，目的是开智慧。因戒生定，因定开慧，这是我们一般修学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凡夫啊，修学啊，开智慧啊，必定不能离开啊，这个三学的原则啊，不能离开这个规则。因为世间人啊，他没有持戒，所以他不能得定。学的再多，纵然学佛啊，也著作等身，讲经说法，讲了很多，把佛法变成世间法，变成知识了，不是智慧。这个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学的知识。那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戒定慧下手，我们听得再多，学得再多，也是知识。在儒家《礼记》讲的啊，所谓“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多，听得多，也讲得头头是道。但跟自己都没关系，所谓啊，说时数宝啊，跟自己没关系啊，数的钞票啊是别人的，啊，跟自己没关系，这个就是知识了。所以我们要开智慧啊，那必定啊要从持戒啊来下手。凡夫持戒呢，方能离外染。方能就是才能够啊，远离啊外面的污染啊，污染我们身心啊，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个外缘。这个外面的污染，外面污染的因缘啊，那内心呢、啊、有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啊，
外面啊，这个五欲六尘，外面啊，诱惑，环境的诱惑，内心呐、啊、有烦恼，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如果接触了，那必定就造业了，就产生业障啊，就障碍了。所以这个一条啊，非常非常重要。那不但啊，《修金刚经》啊，是在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净土法门也不例外。我们净土法门啊，大家看《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佛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啊，怎么修十六观之前呢、啊？啊，韦提希夫人啊，请问佛。要怎么修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佛还没有给他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先给他讲要先修净业三福。这净业三福我们常常提起，常常提起，大家也都很熟悉了。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这人天福，这个第一福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来提倡的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这个三个根啊，是三规五戒的基础啊，没有这三个根的基础啊，三规五戒也都落空了。那三规五戒都落空了，那更高的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就更是谈不上了，做不到了，都通通是落空了。所以有了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真正落实三皈依啊，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才能积足众戒。才能持戒。那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这个净业三福啊，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也就是每尊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成佛啊，这个三福啊是共同科目，大家都必修的科目。其他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是选修啊，自己选修，这是必修啊，共同科目。那么持戒方能离外染，这个是必然的。那我们现在呢？实在讲也谈不上持戒了。为什么要先学戒？要先学。戒啊，如果没有深入，实在讲去受戒也没有办法持戒。这个我们必定要明了因为讲到持戒这些我们现前的功课多花一点时间我们大家多多来探讨也是
有必要的。如果没有比较详细的来探讨啊，恐怕我们囫囵吞枣的啊，看到持戒，那我们就去受个戒啦，啊，受个五戒啦，八关斋戒啦，啊，甚至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了。啊，出家人啊，三坛大戒都受了，啊，在家人啊，受菩萨戒，现在很多人去受戒。那么实在讲啊，现在受了菩萨戒呢，这个也做不到了，啊，只是有名无实啊，有名无实，做不到。真正能够持菩萨戒啊，虽然还没有断烦恼，那也是初发心的菩萨了。但是现在持了菩萨戒啊，这个不像菩萨。菩萨呢，啊，修六度万恨。菩萨呢，代表大慈大悲。那我们受了菩萨戒，有没有慈悲心呢？啊，你看观音菩萨啊，地藏菩萨啊，这些诸大菩萨都有大慈大悲啊。观音菩萨是一个代表。那我们去受了菩萨戒啊，那有没有慈悲心？啊，如果没有慈悲心，那不是真的菩萨了。啊，受了菩萨戒啊，也是有名无实啊，不是真的。啊，所以受了菩萨戒，虽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菩萨，那也要去学菩萨，要学习。那么我们不要讲那么高啊，这个比丘戒、菩萨戒啊、沙弥戒，我们都只有在学习了。那甚至呢，五戒、八关斋戒，我们都还在学习阶段。谈不上啊，持戒啊，因为你要学戒，学会了你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啊，如果你没有学习，不懂，你去受了戒，到底你是在持戒还是犯戒，自己也不知道啊。啊，戒有开车吃饭啊，每一条都有开车吃饭。啊，戒相啊也很细啊，很微细。弘一大师啊，他过去有一些演讲，后面的人啊也把他编成一本书啊，《弘一大师演讲录》。啊，弘一大师是我们中国佛教近代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在中国佛教界啊，也大家公认的啊律师了，啊弘一律师啊，对这个戒律啊有很深入的研究，啊对比丘戒啦、菩萨戒啊、三规五戒、沙弥戒啊有深入的研究，还承袭这个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啊，这个精神呢、啊，这个弘扬啊，毗尼，弘扬戒律。那么，偶遇祖师他说，现在的人呐、啊，得不到比丘戒了。宋朝以后啊，中国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你要受比丘戒，必须有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当面给你传授教导，
啊，教到你会了、懂了，那么你才能得到这个戒。那宋朝以后呢，中国佛教就没有清净比丘了，一个也没有，到哪里去找五个？所以这个比丘戒啊，去戒堂、戒坛啊受，也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形式。所以弘一大师在这个演讲录讲啊，他在这个戒坛啊讲真话了，他说大家来受这个戒啊，也得不到戒。那大家去了，可能都泼一个冷水了，得不到戒，我们来这里受呢，就没有意义了。那弘一大师啊，也鼓励大家呢，还是要受，受了你才能去看这个戒本啊，比丘戒啊，受了戒才能看戒本。那么受了怎么样呢？就学习呀。学一条做一条嘛，学两条做两条。不要自称自己是比丘，不要自称自己是菩萨。那都是有名无实的，名字比丘，名字菩萨，名字沙弥。那不是真的了。所以偶遇祖师他不但是我们净宗的祖师，也是律宗的祖师，对戒律啊有深入的学习研究，也有著作，这个不简单，深入了。那么在末法时期啊，这个要得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或者五戒，要得到这个戒啊，必须透过参禅三恶业报经，参禅轮相接受，你没有找不到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了，那不要说比丘戒要五个比丘传授，五个清净比丘传授，那才能得戒。那是真正得比丘戒的五个来传才可以。如果那个比丘他本身也没有得清净比丘戒，他给你传你得不到戒。所以弘一大师也讲了那去受了戒啊，不要自己认为是自己是比丘了、菩萨了，那他讲的是比较严重了，他说这个就很重的罪业了，很重的罪业了，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如果你不是总司令，那你在外面冒名你是什么陆军总司令，那恐怕呢，不知道要被抓去枪毙了。就是世间法，你冒名都有罪，那何况出世间法？但现在的人无知不懂，不懂。所以自称比丘那个比丘是名字比丘，不是真的比丘了。如果自己认为自己真的就是受了比丘戒，就是比丘了，那这个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偶遇祖师他修这个赞察忏他也得到这个清净轮相，在佛前受这个比丘戒，
啊，后来又退戒了，啊，环境啊，种种因素，啊，没有办法如理如法的来持清净比丘戒，啊，所以他就在佛前研究了，啊，说他退到啊菩萨戒沙弥，啊，菩萨戒他做到了。啊，那么在声闻相这个比丘戒，他退了戒，啊，他有一在《韩家集》有一篇退戒因缘，啊，他只做到啊沙弥戒啊沙弥十戒啊二十四门为宜，啊，所以你看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晚年呐，啊，他写的文章落款呐，叫《菩萨戒沙弥》啊，自序啊，是他的法号啊，自序。那么他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弘一这个偶遇祖师的全集啊，就是陈实法师给他整理的。那这些人也不是一般人。陈实法师啊，看到他的老师啊，只称沙弥，他自己也不敢称沙弥了。啊，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他是现出家相，啊，只能做到啊，优婆塞持五戒的叫优婆塞。啊，他的弟子陈实法师。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弘一祖师啊，弘一大师呢，他连出家优婆塞他都不敢称了。啊，那弘一大师啊，他自称什么呢？他是持五戒啊。五戒它有满分戒、多分戒、少分戒。五戒它是可以分开持的。比如说你只能做一条，那我就去先受持一条。那我们现在去受戒，一般都五戒都全受了。那以前的戒师啊比较慎重。啊，要先考核啊，要先这个审核啊，你能不能持这个戒？受个五戒啊，要住在一起啊，生活半年。真正啊，考核过了啊，可以给你受这个戒，那才举行这个受戒的仪轨。所以五戒它可以一次全受啊，也可以分开受啊。比如说你只能受一条啊，我只能持一条不杀生，那你先受这一条啊。那你能受不偷盗啊，你先受这一条啊。那么如果能受三条以上啊，三条四条，这个叫多分戒。那弘一大师呢，他的这个五戒当中啊，不偷盗这一条他没把握啊，啊，其他四条他有把握啊，因为这个偷盗戒啊，戒相非常微细啊，大家看五戒相经就知道。啊，很微细的啊，你很容易啊犯了这个微细戒，自己不知道，所以他没有把握这条戒他能持得清净啊。所以他说呢，他是出家持多分戒的优婆塞了。多分戒啊，他只有把握啊持四条戒啊，不偷盗这条戒他没把握啊。那么在五戒相经啊，
啊，也有这个啊，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呐、啊，这个一个寺院呐、啊，在传五戒。那么有一个小偷啊，啊，专门偷东西的，啊，那偷东西呀、啊，他这个就是以那个做贼为行业的啊。那有一天呢、啊，啊，经过这个寺院啊，那看到哦，里面人很多啊，他就好奇啊，进去看看。啊，那进去啊，哦，那里面这个。法师啊，就说：“哎呀，欢迎大家来受五戒啊！今天寺院啊，有举行这个传五戒的这个仪规啊仪式啊，欢迎大家受啊，而且可以分开受啊。你如果能持一条，你先受一条；能持两条，你受两条。”啊，那这个小偷啊，看到他一接的时候，哎呀，他也该做做好事啊。但是他想一想，这个五条戒，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啊，啊，你常常吃肉啊，杀生但做不到、啊。那不偷盗，那更做不到。他就是专门在干偷盗的。啊，不邪淫他也做不到，啊，不饮酒他也做不到，喝酒吃肉当小偷，啊，吃喝玩乐，啊，那他想一想啊，这个五戒啊，那只有一条不妄语，不要讲话骗人啊，那这一条应该还可以啊，他就受这条戒了啊。说不忘你，其他四条他做不到，不受。啊，那虽然这样啊，哎，他去受了，也起了作用了。啊，有一天呢、啊，啊，看到这个军人呐、啊，挑的那个以前那个大洋啊，要发金饷，发薪水了。啊，那这个军队发薪水，钱很多，啊，被。他们这批小偷知道了，大家都商量啊，晚上啊要去偷金饷。那好几个人啊一起啊，晚上啊准备去作案了。啊，时间也相当晚了，然后在街上走啊，准备去偷啊，偷军人的金饷啊，偷军人的薪水。那这个刚好啊，被他叔叔碰到，他不碰到说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啊，那么以前啊，他还没有受戒啊，那很容易啊，编一个谎话也就过去了啊，也就瞒过去了。那刚刚受戒啊，那些哎呀我不行啊，那这个我才刚刚受不妄语这条戒啊。但是这个要去当小偷，又不能给他叔叔讲啊，给他叔叔讲，那肯定不让他去的嘛。啊，那么要讲啊，这个他们这个事情又必定被破坏了啊，他就不能去参加了啊，那就那边呢、啊、支支吾吾的啊。那被他叔叔看出来，那肯定没好事啊！这么晚了，那问你去哪里，都答不出来啊，在那边支支吾吾的，那肯定没有好事，就硬把他拉回去，跟回去。那他也无可奈何啊，只好跟他叔叔回去了。啊，其他人就去偷了。啊，那么那些跟他的同伴啊，去偷啊。被发现了，通通被枪毙了。那第二天呢、啊，他知道这个消息啊，哎呀，他说还好啊，啊，捡回一条命啊，啊，就受了一条不妄语戒啊。
救了他一条命。在五戒相经这个集要里面呢，有这个公案。所以五戒它可以分开受的，你全部受叫满分戒。那么我们要持戒啊，就要先学戒。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没有给人受八关斋戒，他只有受三皈五戒。啊，所以我们每次啊三皈啊，顶多再受个五戒。啊，那五戒啊后面那个文呐、啊、都是要写。要学戒啊！你不学，那都不可能持戒的啊！所以戒学啊，必须要学习。我们啊，学习呀、啊，持戒啊，我们现在呢也不敢说啊，能持戒了啊！我们现在呢啊，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就学戒啊，我们学习持戒啊，这样就符合我们的现状了啊。我们学习持戒，那不要到时候我持什么戒，持什么戒，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持如理如法持这条戒，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开车吃饭都搞不清楚。我们现在只能说学戒啊，学习。那么持戒方能离外染啊，如不持戒，则心不清净，不能摄心一处，即不能做官啊，不能做官，你不能去观照，你怎么能够生般若呢？啊，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外染呐、啊、非常多，那特别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外染呐、啊，时时刻刻啊跟随我们啊，就是手机啊，那时时刻刻啊污染我们啊，现在呢很少人呐、啊、能够避免这个外染，这个我们一定要。觉悟啊！那么现在呢？啊，是在讲啊，这个弘一大师在演讲录里面啊，又讲到啊，八关斋戒。现在很多同修去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呢，也是学八关斋戒啦。我只能这么讲。啊，你说这个，你真正得到八关斋戒，我看也未必啊。啊，为什么呢？你学八关斋戒，你看呐、啊，《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九品往生呢、啊，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啊，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就能够。往生到中品上生了，中品上生。那持比丘戒往生，这个持比丘戒、沙弥戒啊，往生中品众生。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经文啊，我们就很纳闷了、啊。这个八关斋戒啊，是佛制定在给在家人啊过出家人生活一天一夜啊，特别为在家人啊定的这个戒，因为在家人不可能像出家人啊天天。持沙弥戒啊，比丘戒啊，这沙弥戒啊，就
包括这个八关斋戒了。啊，其实八关斋戒啊，就等于是沙弥戒了，等于沙弥戒了。啊，就是等于出家人了，啊，吃了这个戒了。就是给在家居士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离外染，啊，就离开外面的污染。那么为什么观经这个九品往生，这个中品上生，反正一律一夜持八关斋戒，那才一天中品上生？那么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注》也有解释这一条。啊，他说持八关斋戒啊，他心很急迫，因为平常没时间修啊，啊，所以他会特别的珍惜这一天，啊，所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品位他反而比较高一点。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都市里面常常受污染，那就修个一天，哇，好难得，这个应该好好把握，啊，认真来修，用这样的心来修啊，那比天天就是在那个清净的环境修，啊，清净的环境修啊，那天天修，天天都是这样，它的提升反而没有在都市的人要高了。啊，因为他没有接受考验嘛。那你在都市啊，时时刻刻啊，接受考试卷呐。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去突破，当然你提升的幅度就更高了嘛，这必定的嘛。你通过这种严厉的考验呐，啊，但是你通不过，你就被淘汰掉了。那在清净环境里面修啊，他提升的幅度。不高啊，但是它慢慢慢慢慢提升，啊，比较缓慢，啊，那你在比较恶劣的环境提升啊，大起大落，大起大落。那么这个我们《无量寿经》也有经文的依据啊，你看呐，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说吗？啊，能够在娑婆世界啊。啊，这个斋戒一天呐，啊，一日一夜，啊，胜过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啊！啊，在娑婆世界啊，你持一天的八关斋戒，那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它有进无退啊？它没有恶言。啊，没有恶言来给你考验，啊，只有帮助你提升，帮助你往前进，没有退的，没有退的因缘。那在娑婆世界呢？你进一步的退了九步了，啊，当然啊，你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啊，能够修一天，那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啊，所以。他胜过无量寿国一天，胜过一百年，胜过其他诸佛世界一千年，等于一千年。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天一夜，如果真正能够这样持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也很难得。道理在这里啊。那么现在呢，不但是在家居士的弘一大师讲，现在出家人也能去受八关斋戒。那出家人那个沙弥戒、比丘戒不通通有了吗？那为什么再去受个八关斋戒呢？八关斋戒它的时效就是24小时，一日一夜。啊，今天早上6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就自动解除了。啊，那这个出家人再去受这个八关斋，不是多余的嘛？
那弘一大师讲不是多余的，叫真义戒，他叫真义戒。那实在讲啊，现在出家人啊，如果也能持一天八关斋戒，也真的不错了。现在出家人比在家人忙啊，电话比在家人多啊。啊，现在呢，出家人反而不如在家人了啊，这跟大家讲真话了。在家人他认识的人还不多啊，那出家人认识的人多啊。啊，所以俗话讲啊，没穿袈裟闲事多，在家的时候闲，哎呀，事情怎么这么多。穿的袈裟事更多啊，穿的袈裟哇，怎么事情更多。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现在呢出家呢，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这家更大啊！啊，所以特别在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八关斋戒啊，在家出家都适用啊。啊，修一天一夜，那一天一夜呢，要怎么学这个戒呢？啊，里面有一条啊，啊，不能故意去。观听歌舞啊，这个啊不能去观听啊，这些娱乐的就不能观听。那这条戒，你看啊，那这唱歌跳舞，我不要去看就好了。啊，如果你照这个戒条这样解释，不就是这样吗？啊，唱歌跳舞不要去买票去听啊。不要去歌厅听歌，不要去舞厅跳舞就好了嘛。这一条我就辞了。啊，如果你这么看呐、啊，这个死在戒条之下了，你们来看死了。这一条它是举出一个例子，你跟这个相关的都要戒了啦。就是你今天这条戒就是什么呢？电视不能看，电脑不能看，手机不能看，报纸不能看，杂志不能看，啊，收音机也不能听，就这条戒。啊，所以持这条戒啊，要收手机。收电脑放在柜台啊，24小时啊，所以过去这个潮州谢总啊办道德讲堂，他为什么办7天能够一个人能转变？我去参观过他那个地方，住在那里不能回家啊，他也没有请老师，就是放那个光碟啊，就义工在辅导啊，他也在辅导。啊，叫听课。嗯，第一天跟第二天呢，啊，大家心烦意躁，哦，没有手机，大家快发狂了，啊，那个牢骚啦，情绪都来了，啊，那个谢总也有一套啊，能够把这些人安抚下来。到第三天呢，心慢慢沉淀下来，静下来，哎，听的慢慢有味道了，啊，到了3、4、5天呐，进入状况。第六天、第七天呢、啊？哇，尝到法味了，欲罢不能，从来没听过。他有吸收进去，吸收进去了。啊，如果他看手机啊，你说他坐在这边听课，然后在下面，你说他是在听课还是在看手机？大概都在看手机了，那边讲什么都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那坐在那边，他也得不到受用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去参观他那个地方啊，他说收手机，我就明白他的效果出在哪里了。啊，所以很多人这样如法炮制啊，都得到很好效果。那这个佛早就戒了嘛。就是八关斋戒就给你戒一条，沙弥戒给戒这一条，
啊，那你一天啊，让你心清净，啊，远离外染，关就是把它关闭嘛，关起来，八关嘛，八条，啊，这个戒要给你关起来，啊，让你心呐，能够静下来，啊，那么现在人呐，静一天，实在讲时间还是不够。现在心太乱了，比过去的人污染的太严重。啊，这七天是，像七天啊，谢总那边七天是，就会看到效果。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如果要给年轻人收手机啊，好像要他的命哎。啊，所以去年我们到福州阿弥陀大饭店办两岸三地这个啊传统文化的这个。讲错啊！那香港有一个同修啊，他两个儿子从英国回来读书回来，他妈妈呢很就是希望他儿子学传统文化啊，给他报名了啊，就报名，他们两个就去了，兄弟两个去了啊，去的时候要收手机，手机被收起来，后来就跟他妈妈翻脸了，跟他妈妈翻脸。啊，说他被骗来了啊！啊，所以那另外一个大陆的居士啊，也是送他儿子十几岁，也手机把他收起来，难道他就跑掉了？啊，大家找了半天找不到啊，后来找到了，躲在一个杂货店。所以这个就很难了啊！现在这个收手机啊，这个问题啊，是首要的。那你没有持这个戒啊，这一条戒啊，你离不开外面的污染，离不开外面污染呐、啊，你心就不清净。你心必定受干扰，心不清净，你要摄心一处啊！你说念佛要多摄六根也没办法，啊，净念相继也没办法，啊，打佛机要一心不乱也做不到，啊，修任何法门都有障碍，啊，因为你不能摄心一处，心不清净，不能摄心一处，你就不能做观了。那我们念佛就是念佛是有干扰啊。你得不到一心，啊，参禅呐，不能得定，啊，那这样如何能生般若？般若生不起来，啊，所听所学全部知识，所以我们不能修七天啊，三天也很好，三天不行啊，一天也。比没有好，啊，修个一天啊。那以后双溪如果我们这里面还有更深山呐、啊，那边更深的山，啊，如果不带手机呀、啊，啊，我在考虑呀、啊，就干脆连电都不要，啊，连电都不要，然后点蜡烛。啊，有水就好了啊，点蜡烛，然后这个屋顶上啊，弄一个玻璃啊，阳光啊。那么大家如果去那边呐、啊，电也没有，晚上就摸黑了啊，你就会早睡早起了啊，就不会想东想西啊，有电就插个电脑，看电脑、手机了什么的啊。这些就来了，所以要营造一个清净的环境啊，大家去修，对大家修行才有帮助啊。道场就是对你修道有帮助嘛。啊，这样修个一天，也比没有修要好嘛。反正就一天不受污染。啊，那如果照这个八关斋戒讲，一天一夜，他那个功德就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了。
中品上升了、哦。那么下面讲，则持戒修福是成佛基本条件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一段啊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如果你这个心静下来了，再来听这个《金刚经》啊，哎，感觉就不一样了，可能你就开悟了啊。这是手段。这些手段，那么这个也不是说你永远都是要关闭的，不是的，就是你现在你没有免疫力呀、啊，你没有免疫力呀、啊，你要隔离呀、啊，像现在那个冠状病毒的传染呐、啊，为什么要隔离啊？为什么人的距离多少啊？戴口罩，那个戴口罩就隔离呀、啊，就远离呀、啊，远离被污染呐、啊，被传染呐、啊。被感染了、啊啊、那这个冠状病毒大家害怕，那些五欲六尘的诱惑大家不怕、啊、其实那个才恐怕恐怖了。啊，真正恐怖的大家反而不怕、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七，持戒必少欲知足，修福必生信因果，不住一相则持戒则罪矣，不入断灭相则修福则罪矣。持戒那必定啊，就是少欲知足，就欲望啊减少啊，知足就常乐啊，知足常乐。这是讲持戒啊，修福啊，必生信因果啊，就是善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深信因果啊，观经三图第三图也是指啊，这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因果要深信。那么修福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发起修福的心呢？必定要深信因果啊，对因果的事实真相啊，要能够深入的理解，那就你很乐意去修福了啊。如果没有深信因果，他这个修福的心生不起来，发不出来。像佛有一部经讲啊，这个扫地能升天，那他扫地扫地就能升天了啊。有一天佛在扫树叶啊，那弟子看到佛在扫，大家也都赶快来扫。后来这个扫完了，佛就讲了一部是扫地升天的经啊，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很短。这个扫地啊，扫干净啊，你会升天。那这个升天，这个福报很大了。那扫地怎么这么大的福报啊？佛来讲这个经。如果大家知道了，大家就乐意扫地了。我们那个街道大概都很干净了。以后大家都升天啊，那为什么弄得那么脏呢？没有人要去扫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因果嘛，不知道修那个因将来会得到什么好的果报嘛，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修福。所以我们要修福啊，这个印光祖师劝我们要
读了韩世信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那特别安世全书啊引用三教经典，特别引用佛经讲的啊，那个因果啊一条一条啊，你这生为什么前半生你会得财富，后半生没有钱，那你为什么前半生穷后半生有财富，都有前世因果的啊。那个念了安世全书啊，那真的你就很乐意去断恶修善了。那为什么人他不愿意持戒修福呢？因为他不知道持戒修福到底有什么好处啊，他不懂，那所以不愿意做啊，不愿意修啊，那做一点事情啊斤斤计较，那没福了啊。所以修福必身心灵果，那么海贤老和尚也做出修福的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你看他、啊、他都是在干农活，但是他念佛啊，持戒念佛，他没有中断，一面干佛一面念佛，没有妨碍他念佛，所以他都是做苦力，供养大家，他自己没有享受，那么他的福报啊，留在临终享，你看啊，往生那么自在，那是真正的福报了。所以修福必生信因果，持戒必少欲之处，自己节省一点，那么多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修福。不住一相，则持戒罪矣。那这个《金刚经》都是讲不住相，不着相。如果不持戒啊，你一天到晚讲不着相啊，讲得天花乱坠呢，这个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讲的时候啊，都是讲空啊，不着相空，行时步步着有，在做的时候啊，通通执着那个有。为什么呢？没持戒这嘴巴讲所以不住一相则持戒罪矣，不入断面相则修福罪矣不入断面相就是说那你持的戒你也不能去执着那个断面相不去修福，就偏在一边了所以你这边不着相也不能入断面相不入断面相你就是修福，不住相就是持戒，那持戒修福两边都不着了就是中道了。我们再看第八，持戒能舍世间之意，修福能舍自己之财，以财法无畏施之于人，正是修般若，即在持戒修福下手那么这一条啊，给我们讲，你要修般若，要从哪里下手？你要修《金刚经》这个不但《金刚经》啊，所有法门都一样都是要在持戒修福这个上面来下手因为持戒啊，能够舍离世间的这些欲望，少欲知足嘛，不要贪你欲望越多啊，你就越辛苦欲望越少啊，你就越自在。八大人觉经讲啊，少欲知足，身心自在我们没有尝到
少欲知足那种快乐啊，没有尝到没有欲望的那种快乐啊，所以佛很快乐啊。你看他律宗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三利一波啊，他自在的不得了。为什么？他没有压力，没有负担，没有累赘，没有束缚。啊，如果我们现在过佛那样的生活啊，那真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极乐世界，你绝对不会留恋这个世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不了极乐世界啊？我们着相啊，执着太多了啊，所以要舍世间之欲啊，修福啊，能舍自己之财啊，自己的财物可以施舍啊，以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布施给人。那么能够这样啊修啊，就是在这个当中你不着相，那就是般若了啊。你持戒修福，不着持戒修福这个相，不要把这个持戒修福放在心上，就是般若了。啊，你没有从这个地方修啊，都落无空谈。啊，所以这里一条很重要。好，我们再看第九。诸恶莫作是持戒，众善奉行是修福，谨小慎微放下一切是佛所检定之机，必蒙佛加批。那这一条又给我们说明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啊。那什么是诸恶莫作呢？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啊，戒是禁戒，禁止的啊。众善奉行就是好事，你要去做，你要修福啊。所以众善奉行是修福。谨小慎微放下一切是佛所检定之机，必蒙佛加庇。谨小慎微就是防微杜渐，我们不能轻视那个小地方的戒。因为你持那个小地方啊，防微杜渐啊，你才能持那个大的戒。不能疏忽那个小的。所以这个戒为什么有利益啊，它就是防患。犯这个重戒啊，所以那些微小戒啊，也不能够疏忽啊。往往疏忽那个微小戒啊，那个主要的重戒吃不了啊。我们现在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啊，有这个问题。一方面呢、也是环境所使然啊，所以修行啊。一个好的修行环境啊，也是对初学人来讲是有需要的啊。你功夫成就了，有了定功了，再去接触啊，你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不受影响啊，那可以去度众生了啊。不然啊，都是被众生度跑了。我们再看第十，学佛者定须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求三宝加庇，即如念佛，念时心中一无所有，专精不杂，则得弥陀加庇，成就三昧，应学一呼一呼之坚定信心。那么这一条啊，讲学佛的人呐、必定要行住坐卧啊，都要念佛啊，一切时一切处啊，求三宝加庇。那么念佛的时候，心中一无所有，专精不杂，那么就能得到阿弥陀的加庇了，成就三昧，你就有感应了。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念念念念念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心里妄想杂念太多。为什么妄想杂念太多了？没持戒，心定不下来，所以就变成障碍。所以持戒修福啊，是一个手段，得定是目的。持戒远离外染，修福啊，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业障。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啊，清莲法师注解：福能除障，福可以排除业障障碍。所以持戒修福，我们才能成就定。念佛念到一心就是定。你念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得到弥陀的加庇了，你自己就感应了，跟阿弥陀佛的连线了，就成就三昧了，这一生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应该学一呼一呼之坚定信心。那么这个坚定信心呢，还是要从持戒修福来建立。你没有持戒修福，对信心建立不起来。你扶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烦恼一起来你就退了。所以持戒修福啊，帮助我们扶烦恼。我们为什么会退转？因为烦恼扶不住，控制不住。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如果持戒持的脾气也特别大，贪嗔痴特别大，那肯定没有在持戒啦。你真正持戒，你这个贪嗔痴已经降温的嘛。怎么越持那个火越上升呢？这不对啦，好像吃错药啦。那没有真正在持戒啦，要明白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呐，都标榜到自己学戒律。难道脾气比谁都大啊？那他能要吵架啊？那吃什么戒啊？那吃修罗戒了啊？那吃什么戒啊？所以那个都搞错了啊！所以你那标榜持戒的人，你看他，实在讲，你看脸就看得出来了，有没有真正持戒？持戒的人他心里一定慈悲柔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嘛。那我们这个今天晚上说听的功德我们回向给四净空给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求佛力加持让他老人家这个身心健康，光寿无量。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